哎呀，没卡着，操了！啊，对，我的，我的，没事，第一波不差。第一波我直接交土爹的啊，土爹，然后另一头我都会交的。我来断这个蓝色方块，第一下我来断，第一下我来断了。然后后面的你们看着，我开个小爆发，我不开大爆发了。交了啊，土爹交了。凯文不要交技能啊，没事的啊。知道，知道吧？去，好像是去。靠，把我刀扇吞掉了。高压力，我操！这波小怪，我一个技能都没交上。不行，那个下波没爆脾气，没有技能，没有缺。好，那我交另一，那我交另一，没事。你自己看一下吧。凯文自己去，不要了。我的其实另一头浪费了，浪费。我闪避了，还可以。就他妈我掉血了，然后我闪避了。帮我晕一下，可以吗？晕了。能不能把这个打掉？快抓快抓，去好，有区、啊、那就无敌了，就两波一区，一波肯定也逃不了。有一个小问题，我要去换个大米天王。好，快去，快现在去，快趁我们现在打院子，大概十秒钟左右，你看。哦，别拍啊，别拍，别拍我都不想打他了。靠，那我拉个桌子。嗯，这口来，那我们自己演自己的钥匙，不要慌张，没问题。我断剑，我断剑 ，Valley 的你看灼热痛，灼热之陨，就是右边那个兽族者。好了，来了，好，我断兽族者。等，你断，你只断灼热之陨。我来了，我来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开吧。不行，你等你等你过来，等你过来。好好好，没有关门了。那我断射主了。强行把技能登上。三，断断断！哎呦，来啊！你没看着吗？弄弄。受毒者是吗？下一个受毒者的那个同学。哦，我第一不，你只断灼热之陨，我跟你说了好几遍，我操！我没听见，我的，断了。下我断，下叉叉我断。他的断留着，只断灼热之陨。我开技能了，没事啊。断。我打感受者，我打点伤害。我去，好了，打，接着打去。快秒，快秒，你发的印刷。快秒。没事，我晕一下。把那个我没有远处的断过来，断过来，远处叉叉什么？我没断，死豆姆，死豆姆断，断了，全都断了，你们全有断，全都用了。也没有断。把斩首者打掉。快秒了。不用跑，我硬刷你没有问题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是剑吗？这么好啊！快打，别让他再致死打击了。可以了，得是。别打叉子，叉子会盾。先打那个没带那个标子。谁去啊？我去了。快来！那个盾能吃吗？好问题，我去。吃不了的。这咋去啊？吃不了呀。那个不是吃不了的。对啊，就去不了。打那个那啥吧。哎，再把我晕一下。躲开！完了，再上你，再上你，你没事。啊，铁麻瓜没技能了。我有事吗？十一秒，那个。应该是再刷，没事。怎么有暗木？这个双目三目标。跑开人群。咬一个呗。我。双秒谁？那就拉一起，再标这个呗。拉一起，哎，怎么又走？哎，他又回来。知道。秒不带标吗？我不用他毒了，操你妈！哎呀，这个逼又跑了。走位倒是挺风骚的。我操你妈！能不能行？好了是吧？快
躲开。哎，这个本法师不是，就说应该是奥法纯傻逼，没有任何能打断的技能。你把主意能打活法呀，活法能断一下。喂，安木好强！我要哎呀，他妈都在点我，要不点我，这就是安木吗？邪恶剑这啥玩意儿？这是你的城吗？对，这东西占比贼高，我操！100%，我操，这100%，我操，基本有点过分啊！基本每波都有伤。为啥要缺敏锐的城？哇操，这一分钟一次啊！这城一分钟一次啊！一分钟，对，通灵贼强，真的。天哪！跟你说了呀，我他妈跟一个暗木打，他妈全程他妈粘我一 K。我操，滚了，投我了，快！快上车！啊！我操，没了！我操！哎呀，在下不才。妈的，我还开了个袖剑旋风，我操！我操，这技能占比第一吗？我操，就这么屌！对呀。有这单体就可以了。哎，我操！我打一会儿。下一波我有土地。选择性能小老弟儿。PAP 在哪儿？不是。哦，我们还有通灵，可以啊。四只全拉了吧？要不？哇，可以。不，那没干，骷髅老斩死了。哦，那是把巨齿剑干死。我单点。没事，这兄弟在看我。过了，我操！你这奥斯丹木干哪去了？我开补丁。别引到那只怪！帮晕一个，帮晕一个！小心别引到那只怪！啊，前面不是拉出去？我们在外面打。嗯，可以。又错了。不是，这要真的要在这么小地方打吗？奴婢帮那啥，小心，反正弄好，死了，可以。看你奥斯丹木上去。小二，我能开那个，我能开单体。哦，不对，这个区先不开的，你先不打的。嗯，打先能吧。我缠绕不用管他。缠绕。我开个小爆发。哎，你的桶啊！给你。我操，太伤了！我他妈在爆发，我。哦，因为没有近战，我发现。没有，你要跟采薇站，你要跟采薇站。都站在近战背后，离得有点远，站背后了。怎么不能打脸？还是你？你刚刚闪避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两个。我好像闪不掉，我试了好几次了。啊，有闪避。死局，死局！啊，你们都不选死局吗？啊，我选勇士的烙印啊！哦，我们两个选勇士，他没有死局，他没有死局。对，史努比也不选死局吗？我肯定选京东啊。嗯，这波我也爆发，要不我没有爆一下？嗯，对，有一个爆发就够了。行，我来看。A O E， 我查瓜。交不交呢？我天！快刷你！你别来，你别慌。我没事，不用慌。我交不进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慌。要取兵的，然后我再断一个。我不交爆发，好像不是很强。我操，不行！我缠绕，准备走。
准备走，歪了歪了，小心。对，这波应该交大爆发。我他妈死有死狙的，这是 DA， 我操。没事没事，小心小心死狙。我标个技能。他这链子一定要断，你不断的话，很有可能直接拴原地被人拍死。哇！我穿过去了，穿过去了。走走走走。不是毛不了，毛不了，这个他妈有点伤。没事，都是有效伤害，不像我。你以为，你以为都跟那个萨满一样？我操！怎么了？我操！我能毛也是我的能力，我操！你还毛不了呢？还不支持？你毛给我看看呀！没得断了。哎呀，浪费了！刚才应该跟你一块开了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盗贼永远不要等技能，好了就放。我这个局的土爹要可能要开在 boss， 很多小怪都不值得开，或者开在 boss 前的那个平台也是。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技能。闪一下，闪一下，闪个线什么的。我会交另一波，不过我交另一波，安全一点。没事，我交通灵技能。你啊，无啊，那直接继续打 boss， 继续打那个，快快快快快，开开！我缠绕，我缠绕，不用了，不用过来啊。站近点，站近点。好土。再刷你，没事啊。哦，不行，这个通灵技能不能延续。哦，那有点蠢。我感觉一波一波一波的是吧？对，我放给谁了，他就只能啊，他就不打。那你只打那？那你每次就放那个大怪吗？哎，操！再抓你！丢！我操！躲过来了。刚才那只怪不也是关键怪？我就不放。哎，这都是有效伤害。没有，关键他是没打全，下次还是应该放这个。所以空灵，那个城。还本掉不掉？掉啊，掉啊，对吧？因为他一直在 build 那个，能打肯定是更屌，因为团本一定能打全。拿球，拿球，走右。而且一分钟，我操，贼舒服。技能好了就放，反正就。嗯。我看大饼。我断这个星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要打掉，要打掉，不要打掉，打掉再走，要不过不去。捅了捅了，这兄弟还能叠死狙，你敢信吗？嗯，我看右，你看左，好不好？我看紫莲。我断动区下，死动区下，我好，我来去，我来去，我来去，我来断星星，星星断断了，是你了，这波开技能，你没压力了，不用让你开技能啊，不用开面杀，古毛古毛古毛要断一下，缠绕了，你太快了，成数还是有点低，我操。幸亏我没有亲自开拳，我操！帮山里打，要不过不来。我在，我在，在，在。土爹都不开了，反正我土爹开 boss 了，对。打不全，我操，这人伤害有点低。我断另一个。注意脚下。哎，我疯了！老是点我，我操！哎。注意脚下。这是跑哪的？哦，在我这边弄。注意脚下。听见了。注意脚下。没有去啊，哪还好？听见了。注意脚下。你自己有点快点。好了，好了。得打掉，得打掉。我过去，我先放一个晕啊。
你等他毒桥的时候再放吧。哦，也行。我看用，我放下来是三秒之后才会晕的。我看星星了，我晕完之后我直接驱。你看那个通灵剑雨，你选择偷一个盾也可以。你要偷吗？我偷，偷吧，偷偷。我来断，我来断绿三角。断断。没有区，没有区，没有区，帮忙区一下。准备这区，下段我来。有区了。帮我晕，帮我晕，这个啊，我帮你晕吧。帮你冰一个，帮你冰一个，虽然你走一走。没晕，没晕，没晕，可以。位置好小，两只应该开爆发吧？这点这个怨毒什么玩意儿？开爆发打怨毒，救我救我救我救救我救！有晕吗？没有技能，走走走走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冰也没有，都没有。我有，我操！犹豫了，可能给你拉个鞭子。我们那个开，点完再开吧。点完再开，打伤害高一点。点完我开那个土地，然后你去开始。点的时候我就开土地。我刷你，再刷你，哎，不用，我再刷你吧。好，你有群区是吧？我有消息，下一个没有啊，下一个没有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没听。哎，我操操，哎呦操，吓我一跳，差点没。土地开了，土地开了。是是是是。弄他。这个挺好的，正好点我了，补了一把。其实我没开镜。喂，怎么两个？我操，没解疗吗？差点，他在我前面一点点，我愣了一下。好吧，兄弟，去哪去哪？正好完事儿就开个银幕。再刷你，再刷你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再读一下。要喊我冰箱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喊。我会提前喊你，放心。可以可以。注意脚下。我学会了，我操！他不点我，我就不开鹦鹉。有啥说法？就点了我才开镜子。我读一读 ，I need a shadow clock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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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注意脚下。来技能。I need a shadow clock。哦，可以，哎呦，又堵到了，我操，这波完美，出来了一波摁死，啊，老堵狗了，我操，你看，会开个技能，还会开个技能，还会开个技能，好的，我感觉不用开技能了，不用开了。快点拿，快点拿！这个 boss 真的得按时间流了。加彩雷。多少分钟啊？两分半？啊，两分，两分，嗯。我正好少开一个爆发，少开一个。少开一个，我应该起手就我不应该等你试血的。嗯。那你就看能不能堵到了嘛。不是，我不等嗜血的话，我其实我断星星，我全拉了吧，要不我断紫灵。他拉，就这一波，这波。断了。然后我有两个技能。这是。多多多！我操！我真的觉得下次我们可以一波全拉，彩薇只要留一个瓶子就好了。我断星星，我去啊！我断了。该我。啊。我有 link， 我有 link， 不行，我给你交 link。你看你情况。那他还是你帮我这个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拉的越多，他没有上限嘛。断了。没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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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断。断了，我断了。忙了，忙了。彩薇血，加彩薇，加彩薇。彩薇现在是41层。彩薇走，彩薇走，彩薇再刷。没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不用走，我再刷。我慎点，慎点。你血量越低。再剩一个，再剩一个。哎呀，我马上断。
我地上的狗啊，那个圈。下次一起吧，规划我一定要留彩薇，给彩薇留个技能，这个对，留一个瓶子就一点，要不太浪费了。我是死机的话随便拿。这只怪我操，也挂。好，开启，瓶子开了。断，哎，我断月亮。我断，三两断。看我一下，操了，有他妈这玩意儿，肯定。你们怎么在追我？哎呀，这转场啊！没屁股。我走。帮你缠上。群也交一个。这个本拿那个打断加伤害还是挺好的。嗯，打断比较多。没有冰奥，就直接走就行。他馋了，你去拉新能吧，我们在这等。趁机又他两下，拉桌子，这位法师。我在外面，你弄我。我断。又跑，这位置。我架后了。你闪身进去吧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爆发打完。我加技能。那你在外面自己小心火，往前拉一点，后面没位置，小心火。下面你们谁拿增伤了？断。你让他们。你给他们开帷幕吧，我直接隐身过去。三二一，从左。哎，这怪会看到吗？就是如果你开帷幕的话，他不会啊，他就有毒气，他看着。直接开了，我来断气。忘了，走地上的圈，没断，断。帮你们那个彩薇能拉吗？拉土地还在，彩薇接一下怪，接一下怪，我直接缠上。兄弟一走，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也回来了。嗯，马秒掉。我这个土鳖伤害还可以，说什么？我觉得他喷不着我。觉得你觉得都对。这兄弟看我，不用管。应该可以开前面拉，如果他们有技能的话。嗯，我就前拉了，可以。嗯。看他们一般都带着打，这就那个不加强。然后我绑死了。我断蓝色方块啊！我断蓝色方块。我断骷髅，我断骷髅。兄弟，等你断。没放呀、啊。彩薇少还快。放了。晕这个。好的。好了。你要走一走，我动了，我冻住了，别管他。好好，这个蓝，他会不会摸到我？可以，我缠在外面。能去了吗？好，三分钟。哦，这 boss 本来好像是不用试试。这一点伤，快跑！哦，我的，那么我有瓶子，不用管，没事，我流血不疼嘛，不用慌。你现在已经有小的，是吧？带压位，带压位。就别在那个屎旁边嘛。这一
变身。一口马，我装准上去。开个技能。没压力的啊，没事。我你俩能把那小怪 clean 掉，我他妈打 boss 就行。我肯定是上个送的。对，就挂了。我没有什么能力。你要覆盖木。干过了。那一下总归能打着小怪吧？你不会那一下玩意儿你全锤爆死？干了，待会站到近站位的，他就不会跳了。哇，这个有点难走。快躲开！哎，你行你行，小副的冰箱完了，冰箱你撑住，能撑住吗？快快快战斧，快战斧，快战斧！下去呢？起来了吗？快跑！先走。哎，我不行了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啊，我还有技能的，我还有技能在。还有战术吗？别急，等血满上。你能刮流？你能去掉流血吗？有个连屏的什么东西？没事，我来硬刮。有战斧，有战斧，别着急，别急，慢慢来。海威的血满满。你死在哪？我就死在你图腾下面，人群位置。先别起。我找。注意减伤。好沉啊！啊，还有技能，对，好的。打 boss， 通关小关。快跑！哦，这 boss 打我一刀。还好我有一个洗回来生存呀，我操，没有那波生存真的加不起来。我操，真的打我就一刀，我他妈还想开个镜像，我要先开个镜像再冰箱。那个时候就你们全把什么玩意儿全交出来，然后让他揍我，就最好。我没有土爹，我土爹刚好。有土爹也不一定吵得过来，主要是。我去开旗子啊！你们可以过去。我操，战斧首秀！我操，非常成功！我操！土爹，我开下一波。要交技能说，我操！啊，没事，这样没感觉。我快不加强，不动啊！技能都打全了，真的什么呀？心灵还挺强的，反正对治疗很强。快打断！哎，你应该拿打断加伤，抢不过你。要不尝试留一下？要不呢？我缠绕，直接开起来。你们不用交减伤啊，站近站未来不行，我直接交令。东西就瞄了，上来就瞄一发。群一交了，没事。没事，没问题。目前没感受到压力，没有地血量。留个药，留那个留三王吧。你就得留我，我都不。缠绕了，姐夫小心，姐夫开技能，你没有假死，主要是。用冰箱，我用冰箱。他没打我，是那个巨齿剑。来了一刀，然后被巨齿剑瞄准了。刚刚有一个巨齿剑夺的是你。没事，这点小问题，买得起。这次慢点，1分钟应该够。你妈开盾。那都躲一下，没压力啊！有爆发了，交一个。交了个小的，没有大的。
我有王可以加波土地。变你三王可以交，就忙这个王可以交。没有交不了，没好，没有两分钟。所以这个王是血不是血？嗯，不是不是，伪王是血肯定是赚，不比这王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，好，没事，交个令，赚的快。不想读技能，我操！大火球一发不香吗？我操！缠绕了，走。别开帽子啊！别开帽子掉了！开了！我操！出来！拉拖！拉！哇操！姐夫又开始了吗？不知道啊，咋办呢？没想办法。开始了吗？伪王掉仙流，我操！六分钟本来时间应该是。差不多够，但我马上就上来。好的，你加油吧。五秒钟吧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90%蓝条。快！然后卡住不动了。看见你在线了。来了。啊，照一下。好了，看到你了。你我卡视野。完全没有方向。Go！可以加，加油加油，应该还行。我输出了啊，还会开技能。前面我输出一个，后面的我回来。注意脚下。有技能吗？我刚拍完，你打我。那你这撞过去让我捅。撞过去，快！我要爆局。你把盾什么点掉啊？我在转旗子。我没有盾了，真的没有盾了。我操！等一下。我操，大哥！我在转旗子。行，我不能不能交。快上来呀，兄弟们！暴击！好，上去了。小心点，小心啊！我走，你怎么打我这么慢？我没开以后不想开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我这边有技能。我转旗子，你们不用转啊，就奥法跟我们转一下就好。啊，可以，那我打 boss。真的行吗？真的我可以，大伙就一般。哎，不。我下去把我打死啊！要拉人了，把我打死！操！盾点掉，那我开个技能了，我操！把盾点掉，我把盾点掉。好像没有盾，咱们组长，咱俩一起整。那我捅一会儿那啥，你捅呗。然后开技能，长远一点。开小技能，开个小技能。你开的那个是要转的，这波旗子要转的。那个姐夫也要帮我转，我转，来了，再转，安全，开心。哎，躲，找我？没事，你待会儿直接释放就好。快点，巨大，不用躲了，你就直接打。对，直接开 boss， 一点疯狂灭。我不救你了啊，你待会儿直接释放。啊，我直接释放，打死他！好，够。哎呀，甚至还节省了一波时间，我操！我上三分钟剧情了啊，差不多，全技能。P 二你能有技能？技能有失血。P 二我应该有一个小爆发，我肯定不能，我不能等。你把失血留50%。嗯，我失血留50%，然后前面都我有爆发的。那土地我也留50%。哦，可以。一分钟嘛，1分钟50%差不多。2分半差不多吧。我技能也开了，我不管。反正我会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开土地，如果我不管。吃个爆发药水吧，爆发药水2分钟。啊、我他妈重新攒飞弹，我他妈吐了。注意减伤。有一点限制。可以，爆一下，爆！好，
哎呀，这就是命吧。我五发一，站中间，让我站中间。五发一发没过。快打断！下那波我会开工程。把那个打死，把那个打死。让你斩，多练多练。我他妈打对了。注意减伤。是是。感觉不用跑了，还要转转了。不安全，不安全，不安全，走。注意减伤。安不安全？不知道，看不到。不安全，不安全，不安全。小心啊，小心冲锋。安全。还可以。好，走走走，要走要走，走快走快走。完了，这位置。我没得血。自己断了，把自己的断了。自己吃糖，吃血瓶。位置不好，抓不到你。啊，抓到了。不安全，不安全，看一下位置。对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能附身，我能附身，没事啊，你补好先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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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七秒，不安全，不安全。打 boss。不安全，不安全。不能死啊！啊，先败啊！不，我操了，零点二，哎呀。你不死我，或者我不死就行了。你最后要是死，还减不了那五秒，我操！对，我们就超了两秒。你应该冰个箱。我要不要给你啊？操！啊！快快快！啊！我操！死最后一波，导致钥匙黑了啊！什么什么心态啊？靠，三件了吗？那没了、啊。这该不该给你啊？啊！我操！没事了。我操！腰带要不要？我给我给我给我我的我，我操！我说他妈的我就要出了吧！哎、我操了！哎呀，还得靠兄弟！我操！哎，靠自己是绝对不靠谱的、啊。靠自己不太行啊！我操！那你不用转，你不用转那个文希尔了。文希尔是啥？我操！明天啊、哦，明天都给我洗好等着！我操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我操！我刚才没干啥。哦，我好像凳子压到。